兄弟，先讲庙这颗粒的救国英雄，我做哥哥，你做弟弟，咱两个感情真正好。八七六九啊，咱两个兄弟啊，上悬的记录，对过年初一开始饮，饮到二九暝拢无停。咱今仔出来外口，老细，你甲我讲，你今仔心情不错，听到你不错呢，我是带你去了啥？湛州岗，一个大细的去呀，妈妈送一个来。你讲你心情不顺，妈妈三公爹讲，若要心情开化，就爱开个 X 花。落一个叉叉，一个圈圈，迄叫 X 花。我甲问介绍，一个目镜一罐25万，我是听到25万尔，我就讲开。妈妈才听到三句开而已，开三罐，你听了我几个，后面就要讲出来开三罐，我是说开什么玩笑，你听咧，咱两个现在负责钱钱，暗哥。